你坐上這些椅子這些是道具來的，做運動就要有道具，家裡裡面都有道具，你看我們不讓陳總大哥見面，專門給他不讓，我們要完結之前先公佈那個結果。首先問 Bronwyn， 你覺得現在的男生是不是自戀多過女生自戀狂呢？自戀狂很喜歡打的。 也不是嘛，也不是，OK。这是注重外表，这是一个礼仪来的嘛。礼仪啊，所以过于注重就不是礼仪。过分啊，查查眉啊。对啊，那个最有一点，画的比女生还重呢，那就不是礼仪。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头先嗱国语嘅观众就睇咗啦，广东话咧我就想知道咧今日点解今日 Bronwyn 嚟到咧做咁多咧？拉筋啊！太简单嘅，我见到佢咩啊咁样又咁样。 咦，咁似我自己做嘅，又簡單。哎，我聽唔明啊！唔係，我知道睇佢講咩先。我睇咗你做㗎啦，我每一次間聽我大家做嘅時候，我就擔心啦。突然間變偷媽媽，哎呀，兒子為什麼？真係驚啊！係啊，咁啊唔緊要。到底頭先其實喺國語嗰度係教緊大家做。我就話呢家天氣好，好多人出去散步啊，咁睇好多客拉狗出去行或者去。 誒jogging啊咁，咁熱身好important啊嘛。哦，熱身。如果啲人唔熱身，其實嗱，好多時候啲人如果唔熱身會點咧？個後果係咩？熱身嘅情況係點？當晚或者你會抽筋啦，或者會拗柴啊。屈親啊！屈親啦，即係個人唔 not grounded， 唔夠 focus 嘅話咧，係咪你熱身嗰下你即係差唔多係講OK body 咧，我哋起身啦，我哋做嘢啦。提醒你啊！ 咁啊嗱，你瞓醒覺，摸平平白白就。哎呀，我真係咁嘅死啦！我唔係揸車，唔係揸車，可能我撞親人，我唔知。但係我想知道咧，熱身有冇話要做多久啊？熱身大概你知道啊？我原本時間咁有限啊，走出就跑步啦，仲要做啱唔啱？要多久啊？咁啊，熱身時間唔冇所謂。 只不過鬆翻啲骨頭啫嘛，你咪大大摸發三個圈，三個圈踢兩腳咁咪搞掂。OK，嗱，再講一次。熱身啊！我哋廣東話頭先係聽唔明啊，淨係見到陳仲大哥做嗰啲喜劇效果嘅一啲動作，標準嘅動作。即係我每一次原來星期三第一要留意係因為好開心，尤其是陳仲大哥。但係我嘅風格係咩樣？嗱，我哋首先要做呢個點樣做先？我哋即係。 是但摸左領領，右領領，搞掂，即係求其嘅呢個搞掂，搞掂啦。OK， 醒咗啦，條腰，醒咗啦，個條腰，咁你啲 knees 啊，是但摸彎，我唔敢彎咁低啊，少少啦，咁啊，誒冇事啊，唔係，缺乏膝蓋，嗱，我哋睇下陳仲大哥同我哋做啦，踢前，是但，即係開翻啲關節。 嗱，你睇佢喜劇效果，跳舞跳舞啦！我而家終於明白國語咧，點解成日中意影嗰只馬騮啦？因為佢表哥嚟噶嘛，所以James，我先知道做乜，是他的cousin，誰都是。OK， 咁啊，跟住咧嗱呢個啦，咁你好簡單啦，咁你咪行咯，行行行行，咁你譬如講誒要過馬路咯，有車過或者有紅燈，咁你咪。 哦，鬆下啲，即係唔好俾自己停，就即係 stretch 下 ，instead of 咁多 st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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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，你就可以 stretch 下，企喺度 stretch 下，扶住個燈柱 stretch 下。因為有好多時候，我們就發現，有些人就是一直在，他只是跑步嘛，一到紅燈啊 traffic light 咧，停下來的時候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不要停，你可以繼續動。 原地跑了，算是放松，算是放松，因为你的 heart 一直，你的心脏一直是运动的，对吗？对，你一站站的，你的心还是在 pump 那些血，去搅那边会晕嘛？有时候，因为那些血全部聚在腿那面，你腿动，那些血液就往上跑，这样你头就会有血液，我哋晕呢，晕是因为你的头跟你的脑跟他说，哎，我不够血了嘞。 倒下來，這樣那些血就會是這樣。哦，即係唔夠血啦，個腦。如果人佢頭先講咗樣嘢，即係原來身體每一個動作都係救翻個身體應該錯咗啦。譬如我哋好多時候，反地心吸力泵翻上嚟，即係你原本跑緊步啲血退咗腳啊，突然間個腦冇啊，你咪見啲人暈低，暈低咧係只不過等啲血咧快啲上翻落。明，所以排長龍攞飛咧，唔好企定定啊，一時都冇喐下只腳啊，韌下。
活動活動。即係特價品嗰陣時。即係唔好定啊喺度。唔係喺 coach 門口嗰度，快啲啦！啲老人家就講唔好咁啦，慾聲慾勢。老人家但係原來慾聲慾勢係有個原因喺度啊嚇。係啊，你睇嗰啲以前我係 girl guide， 咁你成日咁企。會暈㗎有人啊？嚇！喺馬來西亞好熱㗎嘛，咁我哋曬到暈嘅，所以一定要喐下。咁你咪好曳咯。係啊，就算你唔大喐咧，你喐腳趾。哦，喐腳趾。你喐腳趾，你響腳趾嗱，我一腳喐腳趾，你睇。爪子啊，爪子趾痛啊！啊嗱，咁啊睇。爪子痛。喐腳趾。哇，真係要用。即係佢話咧，有些自律部隊啊，好似 Boy Scout 啊、童軍啊，他們是不是要站很久的嘛？對對對對。但是這樣站很久的時候，你頭暈嘛？那麼你怎麼動呢？但是你不可以。突然脚趾头啊，这对很多人都有用 啊，很多人工作就是得站着，长时间那么活动，脚趾头咁佢就有最起码嗰个 toes 嗰度要用，就可以锻炼。时常站也会令那个什么静脉曲张。静脉曲张系咩事啊？嗰个血泵唔翻上嚟，所以你咪着嗰啲鞋，唔系嗰啲袜咧。幫佢血液循環嘅，幫佢上翻嚟咯。咁如果你自己喐下啲 muscles， 佢咪自己崩翻上嚟咯。誒，但係有啲人咧，靜脈曲張耐咧，我見到好多女士啦，有嗰啲 veins 啊，係睇到。Varicose veins，before varicose veins 就叫做 spider veins，spider veins 就平的 ，spider veins 是平的，你看到好像。包血管這樣，好似個蜘蛛網咁嘅，係咯，好似後邊個 picture 咁啊，那個這樣，那個是凸起，然後再厲害呢，它就會這樣凸起來，就好像我的衣服這樣，這個凸起來，凸起來，它就會痛的。明白。所以要多啲肉我哋。好啦，嗱，我哋要講一講啦 ，Bronwyn 咧，如果想揾 Bronwyn 咧，就大家可以打電話俾佢啦，6478937755冇錯，咁又或者上佢嘅網站啦，bodymagic.ca 好啦，我哋公布結果啦。咁到底咧，今日現時現今嘅男仔咧，到底係咪比女仔更加自戀咧？我哋睇睇個結果，就係大家認為觀眾贊成，竟然贊成多，有咁多贊成咧？即係可能好多男仔自己都自己投嚟啦。咁不贊成嘅咧就贊成嘅咧有37%。可能係佢啲女朋友啊，覺得仲多時間過用得我。咁啊，肯定贊成。好啦，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，記得逢親星期三咧，提到大家呢個星期咧，點都要做多啲熱身，喐下，健康最緊要。再次多謝 Bronwyn，Thank you 馬老師，馬教練，拜拜。